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我被锁定了，被锁定了，我从独狼塔那边就被锁定到现在了哈。刚刚在独狼塔那边啊，我打完的时候打到一半啊，就被蔡小军秒杀了。好，让我跑来比武场这边，要跟随意飘动这位朋友啊试刀一下哈，因为他买了新账号，想要找我试刀哈，结果他也跑过来杀我啊，好，现在没办法测试，怎么办？是不是我应该秒杀他跟风野，他们才愿意让我去测试？打风野好了，风野的话跟他是一伙的。天啊，全路放了，不会挂、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好好，风野的话在右手边啊，那我来打蔡小俊好了，打蔡小俊，他的话应该比较脆一点哦。啊，他趴了，他被收走了。好，那我来打他好了。我刚刚在独龙台那边被他打爆、哦，所以来这边报仇一下。哎、欸，随意飘动。爸爸换线，好，我先换线一下好了，不然的话这边有高手啊，我没办法测，好，不然先换线，好，先换线 ，OK， 我跟他讲一下，先换线，好，好哦，好，我们换线哈，换线，换线测试一下好了，哎、欸，没办法换分流哈，所以我要先回去，好，换到二分流，好，因为风野跟蔡小俊在这边的话没办法打，他们太强了，他们太强了，会把我秒杀。好的，竞标场什么好东西？这个可以标一下哈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一直人出啊，战场太夯了哈。如果说有战场跟战火的话，可以 拿那个体力加100的收集册。我现在来到寿村，我去那个洛阳一下。哦，洛阳。在比武场的话，无法直接换线。好，稍等我一下哈，稍等我一下。再铸成武将，我在想这个随意飘动是不是随风飘荡的分身哈、啊？就是他的那个小号，那可能他觉得小号太多了，他是不玩的，所以就卖给我朋友了，可能哦，哦，可能哦，啊，因为只差一个字而已。奇怪，现在不是那个战场的时间吗？为什么风也在外面呢、啊？他应该是要去打战场才是的哈。好 ，OK。哎，战场开始竞标了，看一下好了。哦，一样出啊！对不起，贩卖中要标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给贩卖中，我没看到。如果说是他要标的话，我不会跟他抢的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跟他测试一下的。爸爸，我丢看看。好，我把小兵收起来。巨石2974。好，那看起来伤害是还好哈，可能武器的趴数不是很高。再来一次，3603。4646，这个是有增进。好，他这个账号应该有血狂磊吧？我在想，有血狂磊吗？问一下好了。有狂磊吗？我试看看。有，好，2007，2007。哇，看起来这个账号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搞哦，因为，哎、欸，他说还没满钢吞。好，狂磊的话还没满钢吞而已哈。那我看他的话，目前小兵应该也没有。所以他可能还要再花大概20000金元宝，好，20000金元宝来收虎豹旗，好，巨虎豹旗，巨虎豹旗会一只大概是5000金，好，那如果四只的话大概20000金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成型了，因为其实军师的话哈，基本上来讲自己的机体是还好，好，你只要把这个技能放出去让小兵去打就 OK 了，好吧，打我看看 ，OK， 让我打他看看好了哈，这个账号应该还要花一点时间去搞，好了。开始了，我跟他讲，消就开始了，消，好让他有所准备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机体好像蛮硬的哦，可以撑一点多秒，好，可以撑一点多秒，但是没办法像风野这样子，就是可以撑完全怒，而且血还有2/3哦，那个真的太恶心了。好，再看一次风野的机体，好了，他应该又比以前更提升了。看一下哦，方式。风野咧，风野不在排行榜了，好，在这边11名，防御的话577，好，攻击的话458，好，比我拿短鞭还要高。那这个智力的话346+732啊，好，血的话30935，哇，真的是很夸张的高。好，那这把武器的话是59%的加持，其实方式武器的话哈，趴数比较重要哈，加级的话我觉得是还好，每个都看一下好了。水防的加水防的这个咧，这个加抗刺的这个咧。
这个就是降仙的哈，睡房加19%，哇，每个都好顶，哦，每个都好恶心。好的，他应该还没有买小兵啊，我们一场看看好了哈。好的，那跟他打一场好了哈，跟他打一场，虽然说是不公平的战争，但是跟他打一场好了。好，好，跟他打一场消。哎呦，顺移的。哦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，因为他没有小兵啊，没有小兵的话稳赢的。OK， 好了，测试完了，测试完了。哦，他还要再买4支巨乳炮起就对了。OK， 祝你能够顺利买到了。